为什么我要先看这段？捅人是伤害比较高，是不是？直接戳戳戳。怎么会这么厉害？刚刚的我不厉害呀、啊。噔噔，哦，冲下山，震他娘亲！冲啊！全力突围！完了。完了，怎么又触发一个事件了？
看这个人是怎样？他不是当初要娶我们小师妹的吗？还带老婆？最后的暗器。我以为最后面会打魔教教主哎、欸，阿、啊、就，哦，这边是连战哦，真假？还是他们算在一起的？哎、欸，这不是那个吗？片头曲的变奏吗？刚刚是师妹砍的吗？好痛！哦，剑锋转舵。哦，干是哈日族啊！
大宋亡了。小师妹活着就好了。世赛再无唐门，薪火不曾断绝。有你和小师妹以及未来的家人，最初是一家人，最后乃是一家人。哦，还好，上一个结局太惨了。但我觉得这样很正确。我们离开这个地方，还是可以，就直接忘记这个地方，了无牵挂。噔噔噔！太棒了，各位！掌门没人扛吗？还是会带回家吗？噔噔 ，OK， 二周目我们的目标是夏侯兰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救大师兄。搞 mod 是怎样？我先看一下我二周目会有什么。会有什么福利哈？好多人是雪山派的，太多啦！大家都喜欢大奶是不是 ？OK，